结论出来了哈 ，Holy Land OK 的 ，Comica OK 的，落的呢配合原厂的这条贵死人的线进到 F3，就是一整个不协调不匹配，会产生你难以想象的底噪。这个已经有别人也发生了，有已经别人发生了，别人也发生了啊，我们这个客人也发生了，所以解决之道，第一个就是用这条线的人，麻烦买一个屏蔽器，买一个屏蔽器，或者是买一个贵三三混音器，贵深深混，这是 Sony 最。他本来这个组合就有。Sony 有两个买法，就是买主机的。那么，如果你只买主机的人，发现跟 Lord 的匹配有这个问题，他们有出一个贵深深混音器，那贵深深混音器加上去之后，可以解决 Lord 这样的一个声音匹配是干净的。但是漏的直接这样子进去这个洞，它会产生你没办法接受的结果。那其他的可以用，好，其他的可以用。好，今天的这个测试呢，感谢哈苦主哈，这个经过彻夜的这个努力，解决掉了收音的难题，就找到了真正的问题，就是这一条线。因为这条线我们换成这个台湾队的这个手机相机通用线 ，OK 的，加了屏蔽器 ，OK 的，好，在这边谢谢大家。